鸡排是卖的，说是就是现在公司卖的鸡排，但是你要每顿晚，你要每顿晚来一个。说实在的，我以为去往织金县的路上会很越走越山，越走越村儿，就像我去龙宫的日子，我去龙宫的时候就感觉走得特别村儿，然后结果好像并没有哎。不愧是黄果树和龙宫，都是那种特别山、特别野的地方，所以去黄果树、去龙宫的路上，我感觉都特别村儿。现在去的这个是县，反而好像可能还没那么村儿。不知道我从县去他那个景区村不村儿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房子盖的就相当不讲究阳光啊，盖的那么长那么宽，这是中间的房子不用采光了吗？这个是个高楼吧？的是不是？应该是不然，那么宁河就不飞的。我这不飞的，那不给填，那都满天星了，不给填。啊？那都满天星了，不给填。哎，那都满天星了嘛。哎，这过路车大多都是直升机，啊，不然这个汽车多的很。按照你是被带到那个，不得飞上过程了。车子不得好几天嘛？Thank you.